係大家好，我係 Milo 啦，咁嚟自香港藝術家。今次合作就我用咗喺之前一個展覽咧，叫 Wobby One 嘅展覽裏面用咗海綿嘅元素去加入佢一個 BAPE Milo， 再運用咗一啲中國書法嘅圖章圖案，就放咗喺個背脊入邊，咁令到佢更加可以表達到我哋即係中國一個傳統嘅文化出面。